甜的西瓜，好吃吧，好吃吧，爽口啊，甜了。哇，我好热，我现在很口渴，我也想咬一口耶。我的天哪，好大力啊，好肥的 baby 啊，哇，巨无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概念？你看我的手，我的天啊，几兴奋，因为他是很爱吃西瓜的人呢。我比我的儿子更重耶。哇，这个好像恐龙酱哦，恐龙蛋呢？如果你要从哪里切，下手比较好哦。我拿了我最大把的刀哦，对他来说真的是好像对狗仔龟打起那种蛋。恐龙蛋这样子的西瓜是来自台湾的，然后它的品种是华宝，华宝品种的。你看它跟我们马来西亚不一样的嘞，它没有那种条纹的哦，它的条纹是好像冬瓜这样子，对不对，兄弟？它是跟冬瓜搞硬的。好像恐龙这样大力啊，你看他的刀，他的刀已经是我们的店里面最长了的了。天哪，太像太像太像，哇呼呼，哇，这个好硬哦，感觉他的肉很扎实耶，很实在啊，很因为我们平时吃个西瓜不是很松滑的，这个我真的是要用蛮力去砍它。我没有看过你要这样用力去切一个东西。哇哦，太漂亮了！ 哇漂亮，是很美啊！天哪，哦，你看它种子不会多嘞，哦，我以为它种子密密麻麻的。哇哦，吃了鸡哦，真的是哇！家里啊，如果全部是女生啊，你就不要动这个东西啊，要找一些好像我这么勇猛的男生去切啊。我也是可以哦，你知道我怎样切吗？直接把它丢在地上啊，爆掉就直接吃了。那个不是叫切掉。哇，真的好大力耶，夸张哦。我没有看过你这样辛苦了。是咯，虽然是我的最爱，可是我第一次吃我的最爱，好大力哇！一片就这么大片了，我的天哪，啊！你看到吗？很大片啊，哦，这就是啊，他个半径比我个脸还要长哦，夸张哦。我没有看过这样大片的西瓜，好吃吧，好吃吧，爽口哦，甜的。哇，我好热，我现在很口渴，我也想咬一口耶。哇，你看它的汁，它是最好的。它的多两个礼拜有来货，喜欢个。马上给我们下单，这些全部都卖完了的啦。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啦，今天啃西瓜宝，拜拜。Boss， 吃到吧 ，Boss。哎，大笨蛋，等我又这个我都没了。你那的，那的妈妈的妈啦，把你想个。我也知道不？我也知道哦，猫不给啊，再 order 又啥子笔记啊？哇！真的是不夸张哦，小西瓜都没有它甜了，它真的是很甜，好像苹果这样脆啊，真的。干嘛呢？我怎么 ？Nice 啊！买满的什么？买满的什么？点啊？点啊？咩感觉啊？水，好多水。好多。佢咬开之后就好似普通嘅西瓜咁样之后，呢个水一咬出嚟就水。哎呦，用喉骨啷下啷下的感觉。因为我们本地西瓜切出来是水好像瀑布这样刷出来的嘛，可是它这个是锁在里面的，所以它比较 solid 一点，咬下去才爆汁的感觉。哇，老味，怀疑人生了，开始。也是甜的，可是酸的呗。我一直以为，我一直以为这么大力应该是没味道，真的是好吃哎。看到那边地方干的，是很甜那种，不是只是甜，很甜。然后有西瓜味，那怎么呢？你咋不？那你有西瓜？什么 ？OK， 这里什么 sudah habis， sudah sold out。sekarang kalau nak kena pre-order， memang bagus terbaik。Yo， siapa nak makan ni？